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少年说，我问你，你是不是看别的东西都是黑白的，只有我是彩色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假发。你最开始注意到我，然后说只接受我一个人的采访，还要带我去苏州，都是因为心理医生吗？他其实说过让我多见你。男女说，我很特别，你很喜欢我，很想跟我一直一直在一起，也都是因为能从我身上看到颜色吗？不是后来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我害怕，我怕我跟你说了你就不理我了，我就见不到你了，我就看不见颜色了。你心里终究是找了20年的颜色，比我更重要。真的已经非常努力了，能不能喜欢我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好不好？不好。慢慢积累出来的都是亲情，爱情呢？爱情的开端一定是一瞬间的心动。
我好想你啊。怎么喝了这么多？向你说，我问你，师傅，断片感觉着实让人难受，要不然咱俩再去喝点，透一透，把失去的回忆给调回来。别乱说话。那怎么办？我想起来了。所以说你的色盲，是因为你心理上的问题导致的。是啊。能够治愈心灵的，唯有爱情。师傅，你也太厉害了吧！没想到你的恋爱竟然如此与众不同。太过分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情侣之间故意隐瞒，我看你不是心虚就是心虚。我现在也怀疑你是故意利用我程瑶姐姐治病来着。哎，你是扶上去。反正我这次站程瑶姐姐，她不高兴我就不高兴。天地良心啊！我可从来没有瞒着你的事情啊！哼，谁知道呢？不是我。哎，小兰，我对你可真的是公开透明的呀！师傅，你也真是的，你早说不就没有误会了吗？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师傅。你太天真了，所谓合适的机会，在爱情当中是宜早不宜迟的。是啊，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来。聊聊，我错了。你错哪儿了？你对我来说是彩色的这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只问一次，我要你马上就回答我。好。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是彩色的？我，聊聊，我太紧张了，刚才脑子卡住了。你再问我一次好不好？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真的很让我失望。你这几天都别来找我了，我想静静。你就这么让他走了？廖廖说，他想要冷静一下。冷静什么呀？他要是静了，你就凉了。那怎么办呀？哎呀，这事儿都怪我。也不能全怪你，是我没有提前跟廖廖说清楚。师傅，我说过，程了妹妹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保证帮你一起解决。凭我多年积累的经验，想要得到女孩子的原谅，其实就一个字儿：浪。再加一个，慢，浪漫。慢，打电话。好了，
哟，冷静，接着打呀！行。好了好了，怎么样？还没人接吗？啊。找块石头去。拿石头干嘛？投石问路。哦，嗯。给。这回出人命的，换个别的东西。哦。这样。这个行。师傅，这事儿都怪我，要不然你骂我两句，打我也行，啊！实在不行，我背起藤条去跟程淼妹妹还有程叔负荆请罪，行吗？哎呦，你快别添乱了。那该怎么办啊？如今之计，只能要小师嫂特别感动，才能让她不计前嫌。看来，我们只有下猛药。小何师叔，你该不会是要英雄救美？不行，太胡闹了。小姐师兄，确定不试一下？师傅，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不，来学习我这种野兽般的眼神，再凶狠一点。请了多少人来演啊？走走走走！救命车！野兽般的眼神，再凶狠一点，保持住！喂，不用演得这么逼真，你把刀收起来，一会儿误伤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要命了是吧？上警车。别别别！我愿意过去听。
这么多人，你要救我师父。我听明白了，你们是真抢劫，你们是演抢劫，结果不小心撞上了，是吧？先把这几个带走。是，你们几个跟我走。起来，别起来，走走。你说说你们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演抢劫，还劫自己女朋友，好玩啊？找刺激啊？你好，我是程毅，来领我妹妹程了。你呢？我是他们倒了霉的同门师妹，来领这帮有毛病的。过来给我填表吧。你们几个好好反省反省。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好意思啊，让一下，让一下，我说了不要拍了，往后撤，往后撤，不要拍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这边请，大家这边请，借步说话啊，不好意思，这边来，注意脚下，这边。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发生的其实都是小事儿，真的没有什么新闻价值，麻烦各位先别录了，也别拍了，都是同行，我也都理解，就当是我欠大家一个人情，行吗？聊聊，对不起。我，你是黑帮片看多了吗？还演抢劫，无不无聊啊！真写上社会新闻。不是，小石嫂，这也不能怪小景师兄，这都是我的主意，对不起啊。我就知道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哎，你要是想演戏的话，你能不能走点心啊？就你后面这些群演，全是你平时的麻将搭子，你糊弄谁呢？谢谢了，感谢。程志亮。走吧，聊聊。程小姐，等等我。小兰，别跟着我。女神姐姐，闭嘴。小姐师兄，这事都怪我。好好一英雄救美，一不小心弄成了古惑仔大战了。对不起啊，算了，也不全怪你。这都进派出所了，闯了大祸，这女神姐姐肯定饶不了我的。不能再闹下去了，到此为止了。别呀、你忘了。咱们道场还有一位终极情圣，手里面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没有用呢。经过这两次，寥寥肯定更生气了。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轻易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然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三位，喝点茶压压惊吧。谢谢师傅。嗯。大师兄，嗯，这什么茶？怎么这味儿啊？绿茶一克，竹叶三克，灯心草一小撮，蝉衣两克，此四味加水碗煎制半碗，宁心安神的小儿定惊茶。西河和玉达还是太年轻了，他们出的主意就像上火了喝冰可乐一样，治标不治本。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需要经典老方子。程了和你现在欠缺的是重燃爱情火花的激情。师伯，我可以起来了不？可以啊，那拉我一把，我拉不动。
我也动不了了，先许许哥，许哥，等，赶快啊！呀哈！怎么样？有点感觉了吧？乐队、场地、道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你只要把人带来，我保证你水到渠成。看见了吗？所有的细节都堪称完美，可惜没有乐队。不过没关系，我搞来了一台老式的唱片机，你们就等着迷人的激情在空气中四溅。够，不会是情圣，弟弟，大师兄，嗯，我心脏跳得特别快，我总有不祥的预感。嘘，看戏机。我紧张啊，别紧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聊聊关于我在你身上能够看到颜色的事情。轻点，我还得还给人家呢。轻点，别动。不觉得很可笑吗？聊聊，你别走。聊聊，我眼睛的事情瞒着你是我不对，但是现在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已经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了。聊聊，我要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才能原谅我呀？你知道吗？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哪怕我知道你是因为从我身上可以看到颜色，才会注意到我，去接近我，我还是会忍不住的想你，忍不住的回想我们之间那些很甜蜜的回忆，因为我知道，那些甜蜜的、温暖的氛围是不会骗人的，它就是我理想中完美恋爱的样子。扪心自问，至少我是真的喜欢你，是真的很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可唯一让我不确定的，就是你的真心到底有多少呢？这几天我一直想要冷静的一个人去思考这些问题，可你就连这一点点的机会你都不给我。就像今天的这家餐厅，还有之前的英雄救美熊猫气球，我可以从里面看到大师兄的老派、曹新和的不靠谱、江玉达的幼稚，可我唯独我就看不到你。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想要哄我开心，能让我真真正正不去胡思乱想的不是别人，只有你。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病急乱投医的。对不起。盛景初，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的真心到底在哪儿呢？天空的回不去眼泪，转身纷飞，比长夜还漆黑，越等待越仓促结尾。如果再见不出眼泪，可为什么成全会不争气的败退，却还要装作不知道？对啊，什么都别问。要不我亲自出马找盛景初谈谈。不忍去。那怎么办？就看他们俩这么没完没了的闹腾。知了已经是大姑娘了，感情的问题你让她自己处理。再说了，谁谈恋爱没个吵架的时候啊？吵架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哎呦呦，理论知识一套一套的，就跟谈了多少回了一样，你倒领会一个让我看看呀。说话就说话，你总扯到我身上干嘛？哎，谈恋爱的不省心，不谈恋爱的更不省心。小姐，师兄。带你们干的那些好事我都听说了。嗯，程了解的原话曹西河也都跟我复述了。嗯，活该。你也不看看那三个人自己恋爱谈成什么样，一个天天换造型就像脑子不好，还有一个整天追在自己女神姐姐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要死要活的，最后一个更绝，每天拿着一个10年前的旧手机诉衷肠。就他们仨那样的，他们敢教你也敢听啊。我也很后悔。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先不去打扰聊聊了。小景师兄，你平时在棋盘上那么懂得把握时机，你怎么一到恋爱上就变成傻子了呢？而人家程瑶姐姐说不要去打扰她，哎，你非得去找她。人家现在要看真心了啊，你又不打扰了。师兄妹一场，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程了姐姐真的会追不回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能让聊聊看到我的真心。我害怕再做错事情，他会更生气。那你就整天闷在家里面想不出办法，你就不打算去找他了？女孩子嘛，她想看真心。真心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这个两个人相处吧，平时那些琐碎的小事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的累积到一起之后呢，就会形成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装不出来的。而且程了姐姐也说了，她不否认你们之间的感情，但是你确实是隐瞒了她能看到她是彩色的这件事情，她难免会难过啊，会动摇啊。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以最坦诚的方式告诉她，给她足够的自信，让她觉得可以跟你继续走下去。小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当然可以。喂，何老师。哎，程编导。我已经离开松果视频了，您叫我程了就好。哦，好的，程了。有件事可能得麻烦你。天天不是最近一直在九州道场学习围棋吗？我听大师兄说了，说他进步特别快，天赋也特别高。对呀，才学了这么短时间就拿了个少儿围棋赛的第一名呢。那得好好奖励他一下哦。我也是这么想的，就问他要什么礼物，结果这孩子说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和盛先生带他去电影博物馆看围棋大师的纪录片。我没问题啊，我有时间。盛景初，要不就算了吧，我和您陪他一起去。哦，盛先生是太忙了吗？对，他没时间。哦，好的，那明天下午我带着天天来接你。好，明天见。明天见。总算是能清静一下。何老师，陈良姐姐，我都想你了。我也想你呀。盛老师今天真的不能来吗？好久没见他，都想他了。嗯，今天就程良姐姐先陪你，等到以后盛老师有空了再让他给你补上，好不好？嗯，姐姐今天给你带了好吃的，快拿着。一会儿呢，我们就吃着零食，唱着歌，欢乐的电影博物馆之旅马上就开始了。走吧，出发。走吧，我们车在外面。好，好的。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故事？下回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何老师，纪录片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要不先过去吧？好呀好呀，天天，我们快走吧，不是要看纪录片吗？对，拉着程了姐姐一起。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吃它，我就安全的，我应该赢它有二十个。1988年12月18号，围棋之子的手是这个样子的，中指在上，食指在下，夹住棋子，手指呢要微微有一点弯曲，从侧面看像是鹰嘴一样，试一下。终止了聂旋风事业。程了啊程了，你真没出息，又想了。程了姐姐，你是不是想盛老师了？没有啊，我也不想的。我还是优势，中盘优势非常大。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命运如此，就是老天爷。杨柳，我在电影博物馆。下车的小朋友叫何志，母亲是日本棋手小林觉的。何老师，我先出去一下。父亲是兵官。今天来看望爷爷聂卫平。
来这儿干嘛呀？替代的独一无二。聊聊，你是我黑白世界中唯一的色彩。这确实是我们相遇的开端，有色彩的世界也的确很美，但那并不足以让我对不喜欢的人说喜欢。相反，从为你心动的那一刻开始，世间所有的颜色都只有在你身上才对我有意义。聊聊，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心动，也许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你我的真心，但还是那句话，好在这一生很长，长到我有足够的时间完善自己，证明自己。只要你能够留在我的身边。聊聊，我爱你。程了姐姐，盛老师，你们总算是和好了。小鬼头，啊，还去通风报信儿，还合起伙来骗我，说，
该当何罪？程了呀，你也别怪天天，他听说呀你和盛先生不能一起来，特别难过，非闹着要自己打电话说。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你和盛先生有一些误会，结果我们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做件好事儿了。吵什么架呀，真幼稚。会退缩，是你给忽视的力量。